杯大，醒好的面胚上面刷上一层全，这样做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泡沫细腻加最后一次浓浓的巧克力，用硅胶铲给它搅拌均匀，取一个六寸的戚风蛋糕模，把剩余的慕斯糊倒入里面，用电动暖暖器打发至微发，发至奶油出现有明显的纹路即可，装入表盒，入手制作吧，真的是冰冰凉凉，超级好。硅油纸上擀成薄片，将中层上下火180度，烤好的泡芙个个都是鼓鼓的，均匀搅拌到没有干粉，没有大气泡。60克白糖分3次加入，只打发到提起打蛋器有大温即可，取1/3上下翻拌均匀，拌匀后全部倒，剩下150克面糊装入裱花袋里，再挤入烤盘里，再像视频中的手法来回走线，放置提前预热好的烤箱，上下火150度。